向上游戏，热爱生活。大家好，我是强哥。大家好，我是温柔。欢迎你们收看我们的迷你世界。是的，感谢小伙伴们收看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话来玩奥特曼篮球比赛。嘿嘿，是的咯。你看我现在变成奥特曼了，我现在是奥特曼队伍，你是哪个队伍？我也是奥特曼队伍啊。好吧，我们现在是奥特曼篮球对决，是不是？哼哼。然后这边的话还有跑来客串的路飞，看路飞说什么。小朋友，你知道俺是谁吗？我知道你是草帽哥，哈哈，算你识相，我才成为海贼王，光之国的奥特曼们就邀请我来参加篮球比赛了。哇哦，好厉害哦。我发现这个地方科技感十足，而且有个好玩的东西呢。啥东西呢？不告诉你，吊我胃口，快说。开玩笑的了，你用一下表情试试看，我们已经用过了。好了，我们可以开始了。哎，怎么有个人掉线了？完了，绿队蓝队少个人啊，说姐姐。啊？你队伍少个人怎么办？我是蓝队吗？对啊。那这样的话，你就啊，中抢球了，抢球了！啊！我要变身奥特曼，我要变身奥特曼，奥特曼投篮！奥特曼投篮！哎，我奥特曼投不了篮！接！奥特曼投不了篮！嘿！我进了！我的天！我投了一个三分球，兄弟！我投了一个三分球！哎，蓝队、红队还少。哎，我们红队怎么又少一个人？我们是红队少一个人现在。利洛投篮，哇，利洛，你都投什么鬼啊？你都投了一个三不沾，我的天！过人！哎，我也被抢了，被柔姐姐给抢了，又被抢回来了。好，我要进球了！哎，完了，被抢到！柔姐姐加油！柔姐姐，你自己把球给玩丢了。加油，柔姐姐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你能投篮吗？你能投进去吗？防守！竟然把我的球给抢了！哇，好像这个球有点打不进去，没打进去，还一点点。我投篮，我要投篮，别被防守了！抢球！又没投进去，感觉。又没投进去，又没投进去。你怎么又被他接住了？哇，没走动。哎，球在谁身上？这不被快走？进了。防守！利洛，你去那边，我给你传球。我要打强攻，让他走开。这抢！哎呦呀呀！你这个球投的进了没？没进。哦吼！传球。捡球，利洛，快去捡球！加油！快！再传过来！哎，还打配合？哎，打点配合咋了？完了！你这个是投的什么啊？玩牌？投的三不沾又三不沾？加油！冲啊！咦，进了，这个球进了！哈哈哈！2-0！哈哈哈哈哈！刘姐姐。有没有感受到绝望？捡、球！哎呀，怎么老是被他们捡到？你有没有感受到过绝望？能进吗？哇，又是三不沾！你这个球都投不进。不是我太卡了，知道不？你太卡了吗？嗯。我看你不是太卡的，你是太笨了。我挪不动，我这挪不动。你看，得给你传球了，快捡球啊，柔姐！加油！让柔姐投一个，让柔姐投一个。还能进吗？哇，这给你投你都投不进，再给一个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对呀，等我投完这个，再给你一次机会。你不行。完了，这个球没投进去。哎，打不着，又是一个三不沾。哇，球都怎么到这儿了？你怎么加速了？我为什么加速不了？哎，怎么进攻啊？哎，这球怎么进攻啊？因为我是房主可以加速的，是不是？那我不加速了。所以你就是赖皮，我们都加速不了。那我也不加速了。
我也不加速了，我也不加速，我也不加速，好吧？哎，我难道抢？谁抢我球啊？我也不加速了。王牌，啊、王牌，自己人为什么要抢自己人的球？差一点点，没进去，这个球没进去。好，好，利罗加油！啊，被王牌给抢走了。传球。王牌，往后面丢。哎。怎么又被强哥拿走了？哎，又被抢走了！哎，王牌给我！盘球怎么又被抢走了？哎哎，两分，我们得两分，才得两分啊！哎，这样吧，这样吧，我们让柔姐投两个好不好？我们让柔姐投两个，我们还是。我们还是形成一个。哎，我捡到了，我捡到了！你又加速，你只有你。我没加速，我就是自找宝的。你又赖皮，我没加速。那你直接过我了，你怎么可能比我跑得快？你看又进了。我们这样好吧？我们红队放点水，红队放点水，红队停止啊！那就是我们停，让他们三个人投篮，让你们三个人投一次，让你们三个人投一次，来，你们三个人投一次，啊，投一个没进啊！现在我。薯饼投过了，让王牌投，让王啊，让你柔姐姐投，柔姐姐投一个，来，投啊，加油啊，柔姐姐，你打完这玩意又不说话了，哈，我在投篮了，根本投不进呀，别抢球，别抢球，小安，记住了，走开，让王牌投一个。三个人投一个都投不进去，哎，进不去。来，我们投一个啊，我们投一次，让他们投三次，好不好？我们投一次，让他们投三次。来，来看我们投一个，走开啊。嗯。你看，进了。我知道了，你一定有什么秘诀。我之前你好像跟我说过到哪一个点。好，让柔姐姐投三，你也想投，下个给你投。下个给利洛投，你投啊！你看，嗯，啊，没投进去，我球抢了。现在给薯饼投，你没抢球，你自己没投进去。小安，别抢球，小安，别抢球，小安，别抢球。让他们投，把球给他们，来，你们可以在我们这边练习哦。来，给你们球，别抢球，给他们。好，现在给王牌投啊，给王牌跟薯饼投，柔姐姐已经投过一次了。关于奥特曼来观战啊，嘟嘟嘟嘟嘟嘟，好，哎，进了，可以的。好，现在还差一个人，王牌投进去了。你怎么玩着老不说话了，柔姐姐？你现在给薯饼投，给薯饼投。我也要投了。那投吧。啊！哈哈，我现在知道了，我知道诀窍了。你看，我再投一个。你还投什么呀？现在给我们投了呀。啊，那现在抢吧，我管你呢，反正我现在知道诀窍了。现在知道诀窍了，你抢得到球吗？问题是，你只有你一个人能加速。加速什么的，我没加速呀，我真没加速。我可以跳起来投，你看，让我试一下跳起来投了。你要不自己你试一下跳起来投，我不用跳起来投，我直接就这样可以跳投进去。跳投试试嘛，跳投，好，跳投试试，走，抢，投这边啦，你走错了，进了，你跟我比，你还要抢，我们投一次，你们投三次，你还跟我抢，输的就是你，不抢了，现在你说不抢就不抢啊，你说抢就抢。别抢了！你们要输了。进了。哇，还可以啊，柔姐。跟你说，我现在已经找到诀窍了。奥特曼加速，冲呀！利洛能投进去吗？利洛一个球都没进。抢。一个都没抢，你看又没进，抢都抢不到。跳投吗？怎么跳投？按哪个键跳？跳起来然后投啊。怎么按哪个键跳？空格啊！我怎么跳不起来？我怎么就是这个样子？有球不能跳。哦，有球是不能跳的。
被抢了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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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有球控格式冲刺。哇，这个感觉好棒啊！你看，这可以盖帽子。天哪，苏比，你是利洛，你们两个太熟了，你直接放水了，把球刚才捡走了，我看到了。控格式盖帽。啊，容易把球抢了。这是放水。嘿，把球捡回来。敲敲敲，盖帽。苏比，往前发送。发送发送给谁呀？发送给我。好，你投啊！我让你投，来你投，你这是投篮啊！走，我左一拐，我右一拐，哎呦，被利洛给抢走了。利洛还抢自己人的球，投啊，能投进去吗？哇，你总算进一个了，我的天哪，不容易啊！一百次了，加油！该我了。苏炳加油，苏炳投，直接投，又被利洛给抢走了。你真的有内幕，你看苏炳好几次就是把球直接传给利洛了。那你还能投进去吧，利洛。哎，被利洛给拍走了。走开，王牌，你还想抢我的。我要盖柔姐姐的帽。又被利洛给断走了，我的天哪。我没断你球啊，我感觉就是你们三个人打我们两个人，然后利洛一个人在玩。结束了。我跟你讲，他是跟那个薯饼两次都把球传给他了。他们两个是情侣，对不对？是的。好了，那么的话，咱们今天的迷你世界就到这里结束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拜拜。爱你哦。么么哒。